假如选班长变成了宫斗剧。今天这节自习课呢，我们来竞选一下新的班长鹅姐姐。这次竞选班长，你怕是十拿九稳了吧？你该怎么做心里知道吧？妹妹我当然知道，今日竞选，妹妹一定会投姐姐一票的。下面请竞选的同学开始演讲吧。我的嗓子怎么了？是你？没错，我平日里待你不薄，怎会下此毒手？撒谎！你明明处处刁难我，还给我过期零食，像你这种恶毒之人不配当班长。我只有我才有资格。是你竟然在我的椅子上涂胶水。哼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既然没有其他人要竞选了，那我们的班长暂时先不换了吧。下课。快来关注我吧。